Hello， 报台湾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杨丞琳，我在巴黎，在等着要看 Louis Vuitton 的大秀。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看 Louis Vuitton 的秀了，但每一次都有惊喜，而且这一次的场景又完全跟我过去看的是超级不一样。Vogue Taiwan， 哈哈。Vogue 台湾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迪丽热巴。我今天穿的这一身连衣裙，它比较宽松，很舒适。然后呢，是用一种金丝去织的，我觉得很好看。它虽然华丽，但是呢，不会让你有不适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是这款包包。然后因为这款包包它其实还有一个斜挎的袋子，但是我觉得今天手拎这个包包也会很好看，所以就直接把袋子取掉，直接手拎。还有就是2020年主打的这款靴子，我也觉得很好看，淑女当中有点酷的感觉。各位 Vogue Taiwan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甄邓紫棋。现在我在 Paris 这边出席 Louis Vuitton Paris 的这个 fashion show， 然后我今天穿的呢就是Cruise 的这个系列，然后手提的这个就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 LV 的 Twist 的包包。我自己认为这个包包是设计的非常聪明的，因为它还没有打开之前，这个开关就是一个 LV 的 logo， 然后你一 Twist 呢，它就可以打开了，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设计，我就很喜欢。